吗？全部看到的。我最近都分开赚钱了，知道吗？难得要合体了，还为了还好吗？最近不好。我看你定做那道不错的技术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是散打的衣服，散打。他穿的时候想出拳，脱掉就还好。穿上去之后就。那我是在你旁边，不要靠近我，我会功夫。旁边放一个假人偶，好不好？你每天要乱出拳，你的人装好不好？业务那种的。不要突然问问题，要整掉你。乱问你，所以。好。